关纳4月13日身穿白色 T 恤出席某活动，内里的粉色胸衣也透了出来。他指内里的是运动型胸围，是可以外穿的，可是其表现还是有点尴尬。早前他家中遇灵异事件，要男友来相陪，他指男友来住了4天，大家相处得好开心，主要是我心虚和惊，又可以多个人来陪只狗，问他们是否同床睡呢。他澄清自己爱睡大床，他们中间有大枕头隔着。美媒娱乐资讯为您整理报道。